教授先生，我要为你的安全负责，你明白吗？比起你来，我自己对自己的安全更加在意。教授先生，你能不能配合一点？哦，我如果不配合呢？你好像没有其他的人选。重庆只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，我。好。 那看来，我只能对你实行强硬手段。陆上校，我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没有幽默感。要知道，工作与休息是密不可分的，只有充分的进行休息和放松，大脑才能有效的运作。现在是他妈非常时期，你知道吗？ 冷静点，陆上校，冷静点。非常时期，我们更应该放松的去面对问题，不是吗？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流血牺牲，你说我能放松的下来吗？我们正在努力的破译，在结果出来之前，我们只能耐心的等待。英语有一个成语 ，patience is a virtue。 耐心是一种美德，我自己很有耐心，我准备利用这段时间出门放松一下，顺便购置一些纪念品。我想，这应该是很合情合理的吧？教授先生，只要你能提前破了密码，我向您保证，重庆所有的纪念品都会摆在你的面前，任你挑选。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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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那多么清楚！你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：“分清主和”，你这样做相当于分清主和，很煞风景。我没工夫跟你玩这种文字游戏。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，你在黑市已经被禁足了。如果想要让我撤销这个命令，你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，从昨天晚饭一直到刚才。 你都去哪儿了？干了什么？见了什么人？而且又向我保证，以后绝不再犯。好兄弟，事情没有这么严重了吧？禁足，太夸张了吧？好了，我全部告诉你。 我昨天只是顺便出门购置一些纪念品，喝了几瓶酒，吃了一顿中国菜。放松点，兄弟，放松一点。这样吧，我保证，以后。 我不会再离开禁卫的视线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张俊，报告，我现在要去上课，我可以自己去，还是要当您的禁卫陪我呢？杜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杜先生。尊敬的海森斯先生，如果你没踏进这个院子， 你就是我最尊贵的客人，礼仪为上，所有的礼节我都会尽到的。但你已经踏进这个院子了，你就是我的战友，我最需要的战友。武汉保卫战，一处白热化状态，我不跟你说假话。 我们快守不住了，武汉是我们的战略要地，那里有汉阳兵器厂和一批兵工厂，我们必须有充裕的时间让他们转移和撤退。如果撤不下来，那么这些兵工厂将成为日军的战利品，我们的持久抗战将无从谈起。所以委员长下了死命令，必须在坚守两个月，60天。我刚从前线回来。 形势十分严峻，日军调集9个师团、3个特种旅加航空兵，共25万兵力，
沿长江大别山一带向武汉合围，我方调100-30个师，百万兵力对武汉严防死守。可战线太长，我们的防御已遭重创，马当湖口两处要塞已经失守，武汉面临着6路敌军的包围。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6路敌军中，谁可能最先对武汉发起攻击？我们必须掌握敌人的进攻节奏。 知道谁先谁后，只有如此，我们才能集中优势兵力，迟滞敌人的进攻。告诉我，你行吗？回答我，你能行？这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破译密码是非常复杂的过程，海森斯先生。 我们已无退路，你必须行。我代表40,000同胞，拜托你了。真对不起，我该去上课。这个时候能不能先把课停下来？我准备改一下今天的课的内容。 我会介绍一下武汉会战的破译密码的任务，也许我的学生能给你们一个惊喜。你指的是陈家湖？也许吧。拜托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 我送给你枪，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属下明白，真明白。成功则杀敌，不成功杀身成仁。那就好好干，别再出篓子。是，好好查一下，看海森斯这一路出去。 有没有给别人留下追踪的尾巴？明白。这些是我们接获武汉会战中日本军事密电码。最早的密码只有空间，没有时间。Da Vinci 的密码筒。 亚历山大的羊皮书，只有密本，没有密表。密表的技术让密码变得更复杂，让密码接近数学。今天的密码研制也好，密码破译也好，已经离不开数学。所以你们想他发起进攻时，不要忘记使用数学家的智慧。 高档数学太难了吗？超过你们的能力了吗？黑市的出口在那边，你们随时可以走，因为密码世界拒绝地址的人，就像运动场拒绝老弱病残的人。体育教练靠 Google 和 Zero 来选运动员，现在。 我要靠密码来选你们。实际上，我不希望你们坐在教室里，脑子里只有密码在盘旋。我也不希望给你们模拟密码。我希望把你们派到侦听室，给你们真正的密码，让你们跟日本鬼子决斗。但是，你们的经验不够，所以。 我不能把你们派到侦听室，因为如果你们的手里有真正的密码，你们的每一个判断、每一个决定，都牵扯到
前线战士们的生命。所以，战士，你们的战场是你们的功课，你们的武器是你们的铅笔和纸。中国的战士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听不见。我再问，你们有没有准备好？准备好了。好，你们的功课，你们的模拟任务是破译武汉会战中的日本军事密码电报，希望每一个人能用上帝赐给你们的想象力找到突破口。我说你们这厨房每天做饭，这米都洗不洗啊？啊，看，不好意思，这么大个狮子，差点没把我这牙给割下来。以后做饭每天的米多淘几遍，做饭也是工作，也得认真对待。好好好，不能穷凑啊！我知道了。简直就是他妈混蛋，啊！一个大活人，还是个美国人，说跑就跑，啊！政府给你们发薪水就是为了让你们喝酒的，海瑟斯让你们陪他喝酒，啊，喝了一斤以后，人家跟没事人似的跑了，你们两个反而呼呼大睡，都他妈是饭桶！喂，等着。刘涛军，你们俩先出去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，陆所长，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不过也难怪，每天要销毁那么多的私人信件，一两封信肯定是不走脑子。有可能有些人不小心给忘了。问问你的手下老孙。那也有可能老孙认为这封信有问题，所以没有寄出。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问题你给我指出来。这不关你的事。为什么不关我的事？这是我的私人信件，这是军事机密，你有什么疑问问委员长去。委员长，陆所长，上个月的三封信我妻子到现在没给我回复，是不是也是你们给销毁了？家伙，你的信写的太多了，万一其中有一封泄了密，咱们谁都担当不起。咱们这样行不行？如果你帮着海瑟斯把武汉会战的密码给破译了，甭说是写信，我向上峰担保，给你放一个礼拜的假，让你天天陪着你的惠子，好不好？当然了，如果没有海瑟斯的帮忙，你自己破译出来了也算，怎么样？站开！你办事就不能利落点？你撕什么撕？你烧啊你！哎，哦，好。你说你。2217 2213 2214。陈家伙，你这么聪明的人还没学会敲门吗？我不想敲。对不起，不想敲还得敲。你先敲门，然后你可以进来。这是海塞斯的办公室的游戏规则。你说陆从俊是不是个王八蛋？是不是个魔鬼？他是一个王八蛋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已经给他一个英文的外号，叫 Dull Lou。Dull 在我们英文里是很无聊的意思，但是他还有另一个意思，250。Dull Lou 还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？我已经答应他，
我留下了工作，他为什么还要把我给我妻子写的信给我全部销毁？这是非法，在任何一个国家，这都是非法。但是在这里，我已经不觉得奇怪。陈家湖。 陈家湖，陈家湖，你能留下来对我，对黑市都是非常重要。不用管道路，他只代表他自己，他不代表大家。希望吧，希望我不会让你失望。我相信你，我更相信我自己。来，咱们谈一点正事呗。 这是第21专团的电报，请你过目，告诉我你有什么感觉？对不起，我不懂这个。陈同学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 你得用演算来证明。1:21，对，你现在有多少演算师？2位，那得需要几天的时间。你为什么觉得它是落后的密码？这样的密码已经不多见了。那是因为你对日本文化太不了解了。你现在见过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军官还配备一把军刀呢？但是第21专团是非常先进的专团，它的武器先进。 它的密码也肯定很先进，正是因为大家都这么想，所以他才不这么做，否则的话，你怎么能上当呢？当然，我对这些东西根本都不懂，我只是凭着自己对日本文化的一点了解，随便一说，你可信可不信。老爷，哎，老爷。 您要的东西我给拿来了。啊，没什么遗漏吧？我已经挨个仔细的问过兄弟们，应该没什么纰漏。咱们再研究一下，如果还有什么疑点，我再去问清楚。嗯，好。哦，对了，据这个巡逻卫兵和门房老王口述，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海瑟斯是在昨天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行动组的兄弟们出发去找教授的时候，有20个小时是对得上的。嗯，咱们出动了多少人？ 共3个组，15个人，大约在晚上10:05的时候，是第3组的兄弟们发现了海瑟斯。据老板娘反映，说海瑟斯一直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大金源。那儿都有什么呀？他能在那儿待20个小时？据行动组的兄弟们说，当时他正和一个婊子喝酒，酒喝了不少，那种酒啊劲儿还特别大。听说海瑟斯特别喜欢那种酒。老孙。 以后帮我一定要盯紧他，好吗？是。您这是要上哪儿啊？我得跟杜先生交代一下呢。这个他妈美国佬又帮人又害人。走。杜先生，哎呦，让你久等了。会开的时间长了一些，现在局势不是太好，上面都很着急啊。这我很理解。 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关于海瑟斯外出的事情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时间、地点、人证，没有什么盲点，请您放心。啊，还有。
这两天，我一直在搜集惠子的情况，找出了一些线索，请您过目。这些事儿，以后就不要管了。啊？为什么？被副厂被炸，死伤那么多的无辜，上边很生气。我是力保了你，这才没事的。还有，以后。 就不要再趟这些浑水了，惠子的事儿也要放一放。杜先生，惠子的嫌疑是很大的。你现在唯一的任务是掌管好黑市，要让所有的学员都成为战士。不要忘了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武汉会战，黑市工作的关键是陈家湖。这个时候你动他的老婆，考虑一下后果会怎么样？ 弄不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还有，要确保教授平安无事。这您放心，我已经派了三班人马，八小时轮班，全天巡逻。好，要谨慎谨慎再谨慎。干我们这行的，多谨慎一点，永远都不会错。太子，爱君。 张同学，哎，教授，你在看什么书？哎，教授，我这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呢。明天上课的时候再说。同学们，我又弄了一点白酒，今天晚上在我宿舍，咱们一起喝一口呗。耶，我。 教授，同学们，教授好。你们好。看过了，我就是我的同学。尽管知道禁卫森严，但是还是满脑子想着的，还是如何离开这个像监狱一般的院子，出去放松自己的身心。长官，恭喜你，进城了。我也恭喜你，涨价了。哪里哪里。 我的价格还是你说了算，所以我才说，你涨价了，真的，不好啊！中国人除了巫师、仙人精、非奸即盗，啊，不对，不对，不是这句话，对不起。我的汉语没有您的好。新的任务已经派来了。这是啥事？蒋介石？不是。 这次我们不杀中国人，我们要杀美国人。放心，不是你，是你的老乡。他是谁？你们的密码天才，Hisense。Hisense，他来中国了吗？我们大使馆完全没有一点消息。 你认识他？华盛顿没有人不认识他的，不是因为他破英国多少店吗？是因为他结过十次婚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明星。结过十次婚，哼，那他一定很赖女人。哪个男人不爱女人呢？<笑>教授好。教授好。你们好。
Hello，Hello。 教授，锻炼身体。跑步的时候最好别说太多的话。教授，其实我也特别想跟您一起锻炼，但是我怕我坚持不下来。怕坚持不下来，最好就别跑。教授，我想请教一个问题。但 God damn it， 你能不能不干涉我跑步？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我没干涉您啊，我就是想请教一个问题。教授，您是不是跟女孩有约会啊？千万别迟到了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听清楚啊，那就算了，我走了。我听清楚了，我的腿不太好，但是我的耳朵好得很。那好啊，帮我把这封信寄出去。你做梦，绝对不可能。教授，只要你帮我，我就会帮助你，顺利的跑出去。你这个流氓的学生，你以为你可以欺负你的老师？我没有欺负你。 这是很简单的请求，况且对你来讲，也是举手之劳的事情。你也以为因为你是非常优秀的学生，你可以提非常不合理的请求？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教授，这里面只有六个字：一切安好，勿念真的。如果我被抓起来，我、你都完蛋了。 尤其是你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真的求你了，我是写给我妻子的，求求你。那你怎么帮我？你待会儿只要继续往前跑，按照你的原计划进行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办。我肯定会后悔。 有蛇！快！快！这有蛇！快！快！这有蛇！蛇在哪？快！那边去了！快！快！特别大一条蛇！快！快！快！蹲在里边！蛇！蹲在里边！快！快去看蛇！ 重庆还有什么地方好玩？好玩的地方那太多了，要不我给你介绍几个比较有名的地方吧。
谢谢大哥。像这醉春楼、飘香院、飘香茶楼、葵园浴室，多得不得了啊！要不我给大哥做个向导，陪你玩个遍。这个都集中在什么区？哪个区都有。没有1000家，也得有800家。哦，苏萨西大哥，アメリカの住家の風俗場が数が多すぎて。 全部探すのは無理ですし、我々の身分もバレるし、ハイセスの昔の10人の女房の写真を全部回収して、探した結果は、一人綺麗の女をうまく利用して、住家の風俗場に入れて、そしたら、ハイセスが現れるかなと思いまして。这个女人就是苏丽珍，一个为日本人服务了多年的老特务。 嫂子，嫂子，你怎么了？你躺下，躺下，你是不是不舒服了？先躺着。身上怎么那么烫啊？头也那么疼。妈，妈，请你们回避一下，病人需要休息。啊，对，对不起啊。 他睡觉了。萨根先生，谢谢你啊！大夜里的，亏得你开了车来，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他的父亲托付过我照顾他，应该的。多谢了。你们回去休息啊，啊！别把你们自己累病了。这样吧，爸妈，你们俩先回去吧。 我留下来照顾嫂子。张佳嫣，你也回去，你要考试，不来照顾我。那么，慧姐要是喜欢吃什么，就告诉我，我来做。好，好，拜托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谢谢。医生，怎么样？病人目前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，由于过度的忧虑，使得他的睡眠质量严重的下降。 从而就引发了一连串的不良反应。不过目前呢，症状也只不过是高烧不退，等这两天药用完以后再看效果，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好，好，谢谢你。你有任何问题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好。啊，李医生，他的身体状况现在能不能做什么全身的健康检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我马上安排人去做。 你到那去把费用交了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事已经办好了，你欠我一顿酒。 谢谢，我会找机会补上的。那么，同学们，拿交了一份。教授先生，请你跟我出来一趟，有些问题要问你。对不起，我在教课，有什么事儿等到下课的时候再说。请你们不要干扰我的教学。 昨天晚上你又跑出去了吧？好的，同学们，先休息一下，我需要跟陆上校谈一点事儿。都给我坐下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
我并没有承诺不在外出。我要清楚的知道你的路线、你外出的地点跟时间，特别是8点到9点之间你在哪里。Damn you！ 你还敢偷窥我？我要告你！我要告诉委员长。你就是告诉你那美国总统老子都不管。 你必须要给我说清楚，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之间，你在哪儿，见了什么样的人？陆元帅，正在来一个电报，哔哔哔哔哔哔，还在测试美国人，他去哪里都是他个人的因素，你无权干涉。但我有权利在你回国的报告当中，如实的反映。 你是怎么不遵守这里的保密纪律的？对不起，我是美国人，我的中文不太好，我听不太懂。教授先生，你是个教授，又是老师，我希望你在你的这些学生面前保留一下自己的尊严。 行，我完全投降。陆元帅，你太聪明，我真斗不过你。昨天晚上，从8点到9点，我一直在路上，因为我对重庆的路线不太熟悉，我绕了好几个圈子。昨天晚上的气温是0度，重庆潮湿阴冷。 你穿着裤衩背心在外面转悠一个小时，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上课吗？恰恰错了。你可能会觉得冷，但是我的祖先是从冰岛来的，我们不怕冷。我现在都热得不行。老孙，来人！姓陆的，我警告你。 住重庆的美国的林氏是我的同学，如果你敢碰我，你会付出代价。老子今天他妈豁出去了，我一定要让你尝尝我陆从军的手段，我让你明白，这里是他妈谁的天下！带走！是。等等，这里没你的事儿，我坐下。有我的事儿，教授是帮我寄信去了。 是你让教授帮你寄的信，是。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因为你无端扣我的信啊！我看你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有种的你一枪毙了我。哎，你成天除了寻死觅活之外，还有别的本领吗？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么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啊，好吃、好喝、好待遇。 我们要知道你是这副德行，早就应该让你烂死在他妈黑牢里。这都你们自找的。你再说一遍。都你们自找的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你们认错人了。对，我们是认错人了。你就是个汉奸嘛，你就是给他妈卖国贼嘛。你再说一遍。你信不信我从这楼上跳下去？跳啊！你一死，我们大家全都清净了。啊，你死了以后可以到地底下陪你的朋友石永伟去。你说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你还不知道是吧？我告诉你，石永伟死了。 我的那些兄弟们也都死了，是你那日本婆娘给鬼子通风报的信。哎，你不是找死吗？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，就是因为你跟你那日本娘们通信。 166信箱被鬼子给发现了。听风的声音，隐约缠绕在天际，把谁的秘密从此镶嵌在梦里。听风的呼吸。 恍然惊动了回忆，把爱的讯息分分钟来又争取，我要问。
风的一语，瞬间拼凑起回忆，把信仰坚起，早已模糊在心底。听风的诗意，迎面洒落了一地，让岁月痕迹缓缓游来又游去。我要问是谁？是谁告诉你？